什么？这让我看看。哦，这个刚才没有录。哎，你刚才没有录。天哪！是吗？我这个录了，没事，我这个录了，我这个是最棒的，这样。对，我这个录了，这个本来就不清楚，我们要看一下吗？让我看一眼。去电脑上看都可以，好吧？那个。要么，哎，要么去。对，让我看一眼，让我看一眼，就知道问题有没有。行，那就不见在哪了。你要在这边看也行，好吧？为啥这第三个问题我总是记不住呢？第三个是啥呀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不见。第三个是享受目前的生活，你享受目前的工作状态吗？但是你要一个首尾，你怎么知道他享受呢？你就自己去判断，什么表面上很欢快啊。这太邪了。嗯，我也跟，因为他这个太邪了，所以我等会儿可能这个三点有点问题。你这边有点邪，对，嗯，我感觉先看一下，等会儿后边那些有点调整。我就已经后来尽量往这边去靠了，是吧？看吧。你就拿电脑上去放吧，给他这边有个新的。用电脑看吗？我觉得有点斜的，有点太，有点稍稍的过来。你可能坐的那，他就坐的坐就非常好，你坐那边就，嗯，对，就是开，确实当时我因为讲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尽量往这边靠，但是还是比较斜哈。但你有一些正面的时候就比较好。对，还是比较斜，还是比较斜，嗯，对。那等会儿可能凳子调一下，要调整一下，对，调整一下。要么你开始你坐我那边的，你坐那边。那倒也行啊，你坐那边。过来，亲阿姨，亲姐姐，亲姐姐好。有坐的呢。OK， 好了，你出来了，好了。我觉得我这个动作太幅度太大了吧？是吧？应该，对，我觉得不怎么好，不怎么好是吧？对，动作幅度太大，应该就是，就是你说的时候，你可以可能语言上面稍微这个不要太紧张，但是我觉得动作幅度太大，你待会儿遇到什么问题就说我。行，但是要是在拍的过程中，除非你说要暂停重新再来，是吧？要么的话拍到。其实，但是这个确实应该提醒一下坐的那个位置。嗯，也没事，他会给 cut 的，知道吧？你中间那个筋膜会给 cut， 没问题，按地上的。啊，行，好。但问题他坐的，行。那要是我这样子的话，可能能有一些能用到。对，但是再来吧，要不再来一次。你让我再来一次，先让美女再来还是怎么样？你再来吧，我觉得你的可以用了不？我就是长得不亮，你说啥呢你？不吸引人。那，不，首先让人家看到我们的水准。对，因为要么我这样子，我站这边可能会好，因为这边呢，这边的话，你即使不调那个，那你再用这个拍 ，OK， 你这个拍，因为你因为我这个这样子的话，还是有点，你要么坐厚一点点，你还是那个有点斜，还是有点斜。我为啥那个行吗？你知道吗？这个。我就查好。哦，你那个脚就放在那边哈，但是他是女孩子，对，女孩子，他那个脚不能那样放，不能像你那样放。你说这么着吗？不用，不需要。我觉得就这么着吧。这么着会很奇怪的。是吗？你说这里试一下吗？这样好点是吧？看一下。啊？这样是吧？这样，那你不要。你要往这边，对，我这样一点点啊，练斜一点点就行了，斜一点点哈，再看一下哈，哎，我想知道这三脚架是不是斜的，为什么我感觉这 camera 是斜的，它是故意往下穷的，你那个脚没有，已经调好了，对，这个没有，哎，其实一部电影就是这么知道，就是嘛，对呀，对，咱们已经很不错了，不错了，演员，绝对的，而且呢，怪不得一定要打理，把那个接下来调好。他腿有点斜，每个人都来找你，我们的身价又高起来了。是是是是。所以我们第一个一定很重要。咱们将来能做个溜秀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弄完马上就上去，很快。
根本就不用剪辑的，一泡过。嗯，这样 OK 好，这样好很多了。嗯，对。那我还是看他会好一点，是吧？就是还是要看，当然要看。但是我觉得我刚才的动作，手呢提醒我待会儿不要让我动手，然后说呢可以说，但是不要。其实也没啥，对，其实也，但是不用太大也行，不用太大，确实动作不用太大。对。啊，小一点点会比较。因为他始终是穿着西装的呀。对，我是觉得如果要穿的那个随便穿个 T 恤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就不应该穿西装来。没问题了，算了。那你脱了，脱了不像话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。这个西方的礼仪来讲，你要么就穿着，不能穿衬衣，衬衣你就干脆穿开手，不能纯穿一张白衬衣。那他也换件衣服吧。我也换一下。换一下吧。啊、你不要不要不要，就这么着。没问题了吧？他可以了，随便吧。我看一下哈。我觉得咱们刚才发挥的挺好的。对呀、啊，自然就行。看来就是呢，就比较自然。我也接你的话，你也接我的话，对对，比较那个什么一点。是。这样子哈、哦，我感觉凯夫老师还是有点，还是斜是吗？还是有点斜。这样子会好，会不会？那让他斜着对着我多一点，我这么着就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这么着，你坐这儿，坐这边一点。对。那就太斜了吧？啊，就这样太斜了是吗？啊，会不会啊？你那台机会不会啊？我感觉这样太斜了。我感觉巨型了。啊？啊，可以了。他离镜头太近了，他刚才如果坐那的话、啊、你还是把这推回去吧。对，往后往后往后，好，这样差不多，好，要不就这样子吧，看看老师。哎，我一直在录，我原来刚才没停，你要按这里才行。对。